阿妹，你问问了，把你骨头回来，也看上路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买龙宝，年前那个香烟不会因为哈个对了。你还会吗？今天给做红色的嘛？我。要得哇。哎，好，把我回嘛。让我给买点牛回来。嘿嘿，要得哇。这个骨头上的肉吃完以后还可以洗骨髓啊，这个骨髓最爽了。把骨头吹破，这样更入味哈，洗骨髓。阿刚，点火。要得，开干。 冷水下骨头，整点葱姜、料酒，先搓一下噻。搓水后捞出来洗干净。哦，切点葱姜，大概切点桂皮，干下椒，干花椒，烧油，多放点白糖炒糖水。老子早上把泡泡下的骨头翻出来均匀上色，再下入准备好的香料，一起翻炒。 加入一罐啤酒，加点点清水，家庭条件好的全部用啤酒烧，来点盐巴、鸡精、胡椒粉、蚝油，烧烤转小火，煮一个小时。时间到了，要得了，起锅！哇塞，看这一项起啊！再淋上点汤汁，再点缀香葱一把。 就这个红烧猪大哥，我后几天评论你们一个小红心，你们 OK 吗？Thank you。来，阿旺请哦。要得，开个，请，今天来的伙食。嗯，来阿旺。香香壮壮。嘿嘿，你看这个好懂，越懂的越好吃。正在随便拿噻，拿就是手拿了，肯定香点了嘛。随便扔，随便扔。来阿旺。可以。嗯，哇哟，爬阿公。嗯，怎么爬？ 哦，我吃肉，吃肉骨髓，好香啊！嗯。 哇，嗯，哇，阿王吃了没有？听见了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视频到这儿，如果喜欢我小胡老师，就给我们，大哥，我们两个人，拜了个拜。